弟子读《四归集》中，念佛开始后不甚明白。这复念佛者，岂有他哉？以此缘生无性之一念，念彼缘生无性之佛名耳。佛名即是无性缘生，这缘生一人无性的，是念一生的，由一生佛显现，念十百千万生，由十百千万生佛显现，而不念时便寂然也。念性即是缘生无性，则无性不爱缘生。这一段话了，是不好懂你懂得了，也做不到这个境界跟前面所讲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是一个意思懂得很好，不懂也不要紧。只要老老实实的把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佛最重要的。大势至菩萨在念佛圆通章里面教给我们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念佛最高的，也是最好的指导原则。都摄六根，这是属于持戒。平常我们的六根。缘外面的六境，眼被色牵着走眼见色呢，你起心动念；耳听声呢，也起心动念的。所以你的心收不回来，你的心都跑在外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这样呢，你的功夫就不能成就。念佛的功夫最要紧的，《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你看，做到一心，这就不容易。都摄六根呢，就一心了。那要怎么样才能到一心呢？总的来说。放下执着，放下妄想，放下了妄念，妄念就是起心动念，这才能到一心呐。一心有浅深功夫不一样，放下执着是四一心。我们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你心定了。这是在佛法里讲什么人呢？阿罗汉。阿罗汉对一切法决定没有执着。我们一般人天人都有执着鬼神执着比人还厉害都有执着就是我们今天讲有成见，我想怎样怎样，我要怎样怎样，这个不可以那都全是妄想所以放下一切执着，执着是见思烦恼这见思烦恼断了，证阿罗汉果，四一心不乱
那么其次呢，就是放下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那功夫就更高了，那是全教菩萨所证的，再把这个起心动念也放下了，这不起心不动念了，那叫理业心不乱，就是思归记里头这一段话的境界，理业心不乱，跟禅宗的明心见性的是同一个境界，所以思一心不乱呢，生方便有余土；理业心不乱呢，生十报庄严土。这个都不容易，实际上多难。我们今天这个功夫是最低的，要求啊，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控制住、扶住，这就是一般讲功夫成片了。这个样子，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这个方法了，古大德说得好，善导大师讲的，万修万人取啊，只要我们自己肯干呢，行。我们放下万缘，这个放下是一句佛号把它控住，所以念佛功夫在哪里看呢？念头才一起，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了，这叫真念佛，我们见色闻声，顺自己意思的会起贪心，起欢喜心，阿弥陀佛，把这个心压下去，这贪心不行。不顺自己意思，嗔恚，动嗔恚，阿弥陀佛，把嗔恚压下去。总而言之是，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我们的心摆平，喜怒哀乐都把它压下去，喜怒哀乐全是烦恼，全是习气，这叫功夫啊。那我们平常念佛的人很糟糕啊，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这个就没办法了，所以这叫不会念，所以这是常识，中文常讲你会吗？念佛也是如此，你会吗？那会呀，是一句佛号把自己这个起心动念完全摆平了，这叫会念的，这个是有功夫啊。念到一段时期，大概一般的时候三年，你看我们往生传圣贤录很多念佛三年往生的，所以我觉得是三年到五年是一个阶段，一个时间，你就是起心动念时，你阿弥陀佛，你就把它压下去，这样做个三五年呢，你那个妄念就不起来了，不是妄念没有了，是你这个功夫把它压住了，把它控制住了，这叫待业往生。有这样的功夫，你求愿往生净土没有不成功的，决定得生，而且功夫好的呢，就可以生死自在，你看很多人的时候，他想提早走，还有寿命的时候他不要了，我现在就想走，他争取得了，就功夫成片的也有九品呐，上三品。就能够生死自在，想走就走，想住就住。如果这个世界上我再想住多住几年，不碍事，那寿命到了也可以不碍事，但是那个去留不是自己的意思，是什么缘分，那就不是业力了，阅历，我为什么还要多住几年呢？这边还有很多有缘的人，有缘的人我要帮助他，我们到极乐世界多带几个人去，带得越多越好，所以这叫缘，不是自己去不成，自己随时可以去，可以多住一些时间呢，就帮助有缘人，这个有缘人就是对你他能信，他有信心，他有愿力，他很能够接受你的
教导，啊，这就叫有缘人，啊，缘没有了，就是这个世界，纵然跟你认识的人很多，没人相信你，没人听你，那这就没有缘，没有缘那就赶紧走，啊，有缘就应当多助，啊，这个是慈悲嘛，啊，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念佛呢，最要紧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那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我们念佛现在的时候，我们这三桩啊都有问题。啊，常常念着，不晓得有念头跑到哪里去了。啊，这个叫这些间断。啊，念佛的时候还夹杂着妄念。啊，还有很多这个妄想夹杂在里面，啊，这个不清净，啊，甚至于对西方极乐世界半信半疑，到底有没有？啊，为什么我念了这么久，佛也没见到，是不是？所以都发生怀疑了，这就成了障碍。这样呢，不能说没有好处，好处是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了个善缘。这一生不能成就，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过去生中无量劫都是念佛人，为什么没能往生呢？就犯这个毛病，现在还犯这个毛病，那这一生又不能往生。那这一生要搞清楚了，哦，我这些毛病，我要把它戒掉、戒除，那你这一生就能往生。啊，所以什么时候往生，不要问别人了。问自己啊，自己比别人清楚啊。